又是一年，杨子发文为李现庆生，生日快乐，老同学。10月19日是的30岁生日，于19日凌晨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2019年自己为李现庆生的博文，并配文生日快乐，老同学。据悉，杨子和李现是同学，他们都是2010级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，两人此前曾合作过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一剧，热度颇高。李现好友张佑浩也晒与李现合照，并为其送上30岁的生日祝福，祝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希望你的戏都播了吧，是很实在的祝福了。